小马呱呱乐，小马爱呱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本期视频里有三个幸运数字，快去找到他们，并在评论区告诉小马，将有机会获得小马送出的惊喜哦。我们今天呢，来看一本《繁花诗锦》，这一本呢，出奖还是不错的。我们看一下当时的回放画面，一个舞。二十，累计二十五，一个十，累计三十五，一个五，累计四十。也是一个五，累计四十五，累计五十，五十五，六十，一个五，累计六十五。这个酷，个十，累计七十五。个五，累计八十。一个二十，累计一百。一个五，累计幺零五。个十，累计幺幺五，个五，累计幺二零。累计出幺二五，累计幺三零。哇哦，这是一个两百，累计出三三零。就在这一本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哎，出了一个额外，最后两张呢没有，这一本最后累计出奖三三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喜欢小马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呀！你找到那三个幸运数字了吗？快来评论区告诉我吧！